秀林乡的疫情是持续的升温，各界涌入相当多的防疫资源进入部落，而长期关心部落健康的在地秀林乡民代表陈美莲服务团队8号就前往秀林乡境内14个文件站来发放口罩、酒精给部落的长者们，希望他们都能度过疫情的难关。秀林乡境内有14处文化健康站，可以说是部落长者生活聚集的好地方。由于秀林乡境内疫情升温，也涌入了各界的防疫物资进入部落。长期关心部落长者健康的秀林乡民代表陈美莲，上个时期挨家挨户发快筛剂之后，8号持续来发放防疫物资，每一小袋有5个口罩和一瓶酒精给秀林乡境内14处文化健康站的长者们来使用，做好防疫的工作。秀林乡民代表会陈美莲表示，秀林乡境内的族人生活都在新城乡、吉安乡和花莲市，族人都在这个4个生活圈上班消费，加上和平和富士有水泥公司，每天人员流动可以说是相当大，也成为疫情最严重的乡镇。而这次准备了物资给部落长者，希望大家能够立即使用，让它发挥防疫的功能。我们这个乡镇的宝贝们，长者大家早上好。好。因为疫情很严重了哈，所以呢，我们带着服务处跟我们的很多的关心，来我们所有的文件站。我希望呢，这次我们的老人家经过这次的疫情哈，都不要确诊，都能够很健康的在我们的文件站继续我们快乐的这个生活哈，跟那个享受我们在文件站所有的一些老人团聚的一个欢乐哈。那我在这里呢，因为疫情那么的严重，我特别准备了酒精跟那个口罩的防疫包来赠送给所有我们在文件站的长者们。我希望你们在这段时间能够还是不让用了那么哈，虽然疫情那么严重哈，但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健康要照顾好，真的也要拜托我们的一线的这个照护员哈，也要把你们的健康也要顾到好哈。所以在这里也祝福你们这段时间哈，如果真的有不舒服，我有什么都可以来一起哈，我们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哈健康是最主要的哈，也把它顾好。所以呢，我希望呢你们在这段时间哈，不然都干了哈。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准备一点防疫的防疫包来给所有的长者哈。好，也在这里也祝福大家了哈。秀林乡民代表陈美莲在办公室主任范立生的陪同之下，前往了乡境内14个文化健康站，除了和站长以及长者们致意之外，同时也进行防疫宣导，希望大家能够努力来对抗这一波的疫情，回归正常的生活，让部落能够健康快乐。